开心了。嗯。然后现在在什么上呀？我们在火车上。嗯，我们在坐火车呢。啊，好多老照片，历史。Australian Museum 是从这里。这是最早的悉尼的地铁线，汤号就市政中心，然后温亚、St. James 和 Museum， 还有个三号中央火车站，就这么一个小环线。1926年，天哪！走的这条走廊也像一号线、二号线的走廊。今天本来是下着雨，结果出了火车，天竟然晴了。沿途还路过了战争博物馆。你这么开心吗？咱走了多久啊？这是海德公园。啊，过了马路我们就到了博物馆了。今天有免费的侏罗纪公园展。还免费要钱呢？对。侏罗纪是免费的，乐高是要钱。下来了，小朋友们都在走路。他说你们在吃手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 Australian Museum 来看乐高展。对，侏罗纪公园的乐高展。晨晨，我们待会还会见到谁呀？还见到谁？铁头哥哥。我们一起跟他去拼乐高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了 yes, let's go, let's go. 打 Dinosaur 的地图哈，走，我们去看看 Dinosaur、yeah, 哎呀，这谁呀？彤彤，你看这谁来了？彤彤，看谁来了？啊，谁呀？哎，铁头你好呀，我今天又要拍 vlog 了。哦，直接就开始生命起源了，好玩吗，程程？哇，大家都找到了童年的乐趣，一直都在这玩呢。这里好好看啊，小龙，哇，有两头恐龙，还有剑龙。程程，你跟爸爸一起好吗？哎，现在坐好了吗？是。你坐的是什么？坐的是什么？给大家看一下。猫猫。行。啊？什么？爸爸做完了。爸爸做完了，程程你做完了吗？那你做的呢？猫猫。嗯，猫猫。哦。小人都很棒，鼓掌！鼓掌！拜拜！哈哈，嗯，飞翼龙，翼龙，翼龙。对，好期待呀！虫虫的脚脚，爸爸拼了个虫虫的脚，虫虫的脚脚，没有拼恐龙的脚。对，虫虫的脚，你觉得像吗？虫虫，这是虫虫的脚脚吗？嗯，虫虫的脚脚，虫虫的脚脚，好了，好看。乐高展逛完啦，好玩吗，程程？嗯，好玩。大恐龙，你喜欢吗？好。对，好棒啦。好。我们说拜拜了。再说拜拜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哦。